近日一段视频在 INS 上疯传，让外国网友炸了锅。一名空姐把乘客喝剩下的香槟酒又倒回瓶子中，以此重复利用。这段录像是俄国乘客 Yevgeny Klyonov 无意间拍到的。他是第一次乘坐爱联酋航空头等舱，第一次坐这么高端大气的飞机，他很新奇。周围的装饰奢华程度超过了他的预料，和以前他坐的俄国航班都不同。于是飞机还没起飞的时候，他拿出手机对着舱内进行了360度无死角拍摄，录下一段视频上传到 INS 上，跟亲朋好友炫耀一下。然而第二天他在看自己的 INS， 发现留言已经炸了锅，评论中许多人都在骂航空公司缺德，这是咋回事？他又仔仔细细看了自己拍摄的视频，终于发现不对劲，点击观看视频，视频中的一幕显示，空姐正把几个杯子中剩的酒倒回瓶子里。天哪，如果其他乘客再点香槟，喝到的可能就是这瓶充满别人口水的酒。Yes, Granny 无意拍，竟揭露了隐藏的秘密。阿联酋航空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顶级的航空公司之一，连他都要这样爽，那就更别提其他航空公司了，简直是细思极恐。想想酒里不仅有口水，还有很多疾病都通过唾液传播的。之后 Yevgeny 气愤地投诉了阿联酋航空，没想到阿联酋航空竟然没有否认。阿联酋航空致力于为顾客提供顶级服务，录像中揭露的事不符合我们的标准，我们正在调查。这事儿还没完的时候，网站 Fashion Biz 上的一篇文章又引起了大家的注意。内部人士揭晓25个关于航空业的黑暗秘密，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总结起来，大概有15个黑幕。一，飞机比你想象的要脏，脱胎还不是飞机最脏的部分，但已经足够引起警惕。不要把任何食物直接放在上面，一定要垫一张餐巾纸。座位扶手、安全带、按钮都非常脏，因为时间限制，他们几乎从未被清洁过。同样，免费提供的毛毯和枕头都不是新的，也没被洗过。上一个顾客用完之后，他们被直接叠起来，然后就到你用了。二，不要喝飞机上的咖啡、水，不要喝用水冲饮的咖啡、茶等等。为啥？供水的水管和龙头跟飞机一样旧，几乎从不清洗，多久洗一次，空乘都不知道。外媒曾多次报道，不过空姐从不喝飞机上的热开水，只喝瓶装矿泉水，要喝的话只喝瓶装水、苏打水和果汁。如果你非得喝咖啡，不如起飞前去机场的星巴克喝一杯。三，正常托运行李也会丢，就算你规规矩矩的办完标准托运手续，你的行李还是有可能丢。为什么？海关可能会再次检查你的行李，时间拖得久，行李没能赶上你的飞机。行李房常会雇佣临时工，他们会犯错弄丢你的行李，你的行李被装错了飞机，或者行李太多，工作人员来不及把你的行李装上飞机，你的行李从行李车上掉下来了，而没人注意到。你托运的太早，工作人员把你的行李放在角落，转身就忘了。你托运的太晚，行李来不及上飞机，简直无语了，我不托运了还不行吗？四，航行中的雷击比你想象的要多，几乎每架飞机都被雷电击中过。据统计，去年美国的客机平均每架至少被击中一次。然而不用担心，最近一次由于雷电引起的飞机失事还是在1967年。五，飞机晚点，即使空乘比你还急，很多航空公司都是按飞行时间给空乘开工资的，飞机延误在地面上的时间是不算的。只有飞机起飞了，机组人员才能拿到工资。六，周二和周六是机票最便宜的时候，可能大家都知道周二买机票会比较便宜，但实际上周六也会比较便宜，因为很多人都选择周六睡个懒觉，所以如果你买早点的机票也会便宜，避免在周五和周日乘飞机出行。
你会省下一笔钱。七，大的航空公司并不意味着安全，因为他们招聘飞行员的标准和小公司并无差别。知情人士表示，现在一些国际上主要的航空公司招聘标准就是5000小时的飞行经验。八，行李必须上锁，托运行李要上锁，你随身携带的行李也要上锁，哪怕是放在头顶行李架上的包包也要注意，别把同级乘客素质想得太好。九，卫生间门是能被人打开的，很多人都不知道，其实飞机上卫生间的门是可以从外部直接打开的。禁止吸烟或者厕所标志背后，只要你提起折片滑动门栓，就可以从外面解锁了。请不要为了好玩打开门，这个装置主要是为了防止里面的人出现意外状况，机组人员可以及时开门施救。十，易碎品，轻拿轻放标志根本没用。有在机场搬运行李的职员表示，他们基本上不会在意行李上贴的易碎品标志，因为时间很紧张，管你碎不碎，该摔还是要摔。不过他说，如果行李上有个我搬运工I heart baggage handlers 的标签，很可能会得到轻柔对待。朋友们记住了，十一，并不存在安全座位。你可能仔细研究过，万一飞机失事，哪个座位逃生率最高最安全？有研究说，后排的中间座位最安全，因飞机的前部致死率是 38%， 中部 39%， 后排 32%。但是如果飞机尾部着地坠机，很显然后排的乘客要倒大霉，不容易生还，所以没有所谓最安全的座位，而飞机是世界上最安全的交通工具，所以你不必提心吊胆。12，如果出事，佩戴氧气面罩的时间只有15秒，所以在起飞前演示如何使用面罩的时候，你应该好好看一看。在高空中出现故障后，氧气面罩会脱落，在这些之前你只有15到20秒时间戴上氧气面罩。另外，氧气面罩的供氧时间只有15分钟，如果飞行员没能成功降落，结果还是只有一个。13，飞机飞行途中飞行员可能在睡觉，国际航线一半都会超过10个小时，你都会感觉累，飞行员自然也会。调查显示，超过半数的飞行员承认在长途飞行中睡着过，但不必过于惊慌，还有副驾驶员呢。另外，达到一定飞行高度，自动驾驶系统会开启，不发生意外还是安全的。14，密封包装不等于全新，有航空公司会给乘客独立包装的耳机，但是据某飞机耳机供应商爆料，密封包装的耳机也不是全新的，许多航空公司只是定期消毒后重新包装而已。15，空姐也可以收小费的，只要你给了，当然只限于接受小费的国家，他们就会拿着的。有乘客尝试过，会被优待。广告需求发邮件至 ad@iaskca.com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